今天早上起来，外边下雨了，还是挺舒服、挺凉快的。收拾收拾，准备撤。本来今天是准备走来着，但是睡了在车上睡了三天了，有点儿，现在浑身都特别黏，准备找个店找个地儿住一下。昨天是因为限行，然后今天是实在是不想走了，太热了。住车上其他的不怕，就是害怕这个天太热，热的晚上受不了了。新乡它这个地方现在都还在开发规划，我停车的那个地方周边基本上没什么吃饭的地儿，就这个公园，要去吃饭的话还是挺远的。它前边那条公路都还没有开通来着，找了好久的地方，终于找到一个停车的地方。它那个住店的那个地方说的是可以停车的，但是去了之后发现就是停路边。而且我过去的时候看到交警在那边贴罚单，没办法，就绕了很大一圈路才找到了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还可以，最起码这边有一个阴影，旁边就有一个单车，我就收拾了一会儿，背着包过去住吧。我再试一下看背着包能不能骑得好。还是可以的。出发走了，终于找到地方了，我自己都快受不了我自己了。终于找到这个地方了，环境倒是还不错，干净倒是挺干净，就是他这个洗澡没窗帘了呀，我得去找他给我换一个房间去。听说我把东西放里边换了个房卡，哎，我上来干啥呀？还得跑下去一趟，我是不是傻了我？哇，这个房间真的是大的，这也忒大了，很老式的电视机，基本上也不用看。哎，准备收拾一下，然后休息一下。收拾完大概已经2点多了，然后点了外卖，点了份这个炒面，它里还有一个肉夹馍，一杯奶茶。然后追个剧，感觉好久没有好好吃饭了。之前吃饭都是要么就是在车里边，有的时候自己弄一点。我们是正直忙碌的。然后好久没有这种坐下来吃个饭啥的，开始吃饭了。